你试试这色儿，能涂三 C 吗？晚上睡觉，晚上睡觉，对，你别睡觉就抹了，就抹完之后涂个1个小时给它洗干净，行，然后立刻涂面霜，然后立刻涂面霜。 你怎么那么小？你进去吧，你看见吧？你想出来玩是不是？
搞了40多分钟的运动，然后切一个水果，一会儿吃。不错。这个叫什么红甘橙，汁水特别多，然后籽儿也特别多。前段时间不是带小朋友去体检嘛，然后人家就给推荐了这个益生菌，然后我现在要把它跟他平时喜欢的零食拌在一块儿，不然的话他单吃吃不下。因为这个零食他昨天刚刚吃过一袋，所以我就不打算全给他放，就给他放一点吧。因为我怕他不乖，所以我就先把他关起来了。但是现在我发现他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我，我觉得非常有压力。这个益生菌人家说也是吃一半儿，因为做的肠胃不是很好，所以就好像放多了。肠胃不是很好，所以就要经常调节肠胃。加几滴进去，因为这个油我发现它平时放在饭里它就会不吃那一块的饭，所以就都拌在一块儿，没有办法对付这种嘴巴刁的小猫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好了，我要去把它放出来了。小懒猫，小懒猫，这个快递。因为这阵子呢，疫情又变得严重了，然后我们就不能出去。但是还好这本书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来了，但是我一直没有拆。Thank you.
哇，这本书，这本书真的好重。跟上一本不一样的是，这一本多了一个这个套子，它有了封套以后就不容易脏了。去年的那本实在是太白了，就很干净，然后非常容易脏。家里的香薰也该换了。For you when you're feeling